あかんかまと教えなくかげへん。0415林家タスク文化創意業8定はアンダーラインに。观看过的教学影片。04150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 _2。04010卢世祥传播理论。04115陈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_3。04115陈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_3。04115陈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_4。04010卢世祥传播理论。03250尤因夫传播法规 _2。05130西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 _1。05130西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 _1。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_1。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_2。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_2。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_3。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_4。05130西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 _4。05130张惠美数位化制药开启了多少商机 _2。05130陈深清公广集团的故事 _3。05130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_4。05130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_5。05130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_5。06110赖敬贤媒体环境介绍与广播电台的定位 _1。06110黄国师无线电视瓦解 _2。06110梁旭伦华人网络广播发展趋势 _ 声音娱乐媒体的趋势探讨 _3。061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_4。06030与会哈佛商学院不交的个案 _1。06030汪威将两岸电视节目制作现况与发展趋势 _2。06030汪威将两岸电视节目制作现况与发展趋势 _2。061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_4。061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_4。061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_4。06030与会哈佛商学院不交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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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4。通识影音教学资料。0304郑文灿王念慈通识华视开训典礼 _1 观看影片。0304郑文灿王念慈数位电视发展社会媒介人 _2 观看影片。0325谢晋南数位媒体汇流发展 _1 观看影片。0325尤因夫传播法规 _2 观看影片。0401卢世祥传播理论观看影片。0401梁朝云数位影视节目制作观看影片。04150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 _1 观看影片。
04150魁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50澄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50澄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90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30西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30张惠美数位化制药开启了多少商机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30陈深清公广集团的故事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30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30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6110赖敬贤媒体环境介绍与广播电台的定位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110黄国师无线电视瓦解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110梁旭伦华人网络广播发展趋势 Underscore 声音娱乐媒体的趋势探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1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6030与会哈佛商学院互交的个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30汪威将两岸电视节目制作现况与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二电影影音教学资料。04070如非裔剧本改编运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70如非裔剧本改编运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20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20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20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80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80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80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10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10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10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14雷晶虫数位电影特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14雷晶虫数位电影特效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311流利型电影类型与风格观看影片。业务影音教学资料。03230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30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30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30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30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
0323张镇分店市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3张镇分店市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30庄国仲网络行销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16黄国师数位广告的企划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Underscore 八观看影片。0420黄国师后电视广告时代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0黄国师后电视广告时代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0黄国师后电视广告时代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0黄国师后电视广告时代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27郑自萌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7郑自萌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7郑自萌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
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525胡汉新数位电视发展的现况与未来观看影片。0601张惠美数位影音的互动与内容管理观看影片。0608黄文博电视广告赏析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8黄文博电视广告赏析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节目影音教学资料。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八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90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12肖邦奇尔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19肖龙奇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
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607黄博士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7黄博士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7黄博士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07黄博士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24郑东兴华语频道在海外市场的营运与发展，兼谈宏观电视之展望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14李荣林数位影音内容的生产储值与价值运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14李荣林数位影音内容的生产储值与价值运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21姚仁禄跨国联播数位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21姚仁禄跨国联播数位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二工程影音教学资料。0328何建明全数位化制播环境的建构观看影片。0403许超云 DVB-H 传输技术探讨观看影片。0425关正鹏数位电视之 CA 与 DRN 系统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5关正鹏数位电视之 CA 与 DRN 系统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2林瑞荣数位电视 NHP 加值服务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2林瑞荣数位电视 NHP 加值服务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6蔡俊荣数位有线电视技术发展与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6蔡俊荣数位有线电视技术发展与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6陈继业国际趋势 underscore 东亚地区数位电视发展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6陈继业国际趋势 underscore 东亚地区数位电视发展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30杨振明台湾趋势 underscore mobile TV 经验交流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30杨振明台湾趋势 underscore mobile TV 经验交流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3陈清和数位电影发展契机与挑战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3陈清和数位电影发展契机与挑战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新闻影音教学资料。0313庄国仲 blog 与新闻网站经营观看影片。
03200玉会媒体倡议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010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10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10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017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17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17赵天慧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0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0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0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年度场次日期主讲人职称讲题地点线上演讲听首全。96年第一场9月8日刘义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从考古研究谈台湾人类活动史4045教室 OK。 第二场9月22日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所长台湾史上的人著名4045教室 OK。第三场10月13日温秋菊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副教授兼馆长解读音乐任时台湾4045教室 OK。 第四场10月27日郑瑞明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安平追想区17世纪前夜荷兰人在福尔摩沙4045教室 OK。第五场11月10日李宗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协线前中研院 GIS 专题中心助理 GIS 地理资讯系统在台湾史研究上的应用4045教室 OK。
第六场11月17日代保村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专任教授职。明帝国的南方玄关，日治时代台湾的港口与航运4045教室 OK。第七场11月18日温振华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从第七任试台。湾4045教室 OK。第八场11月24日吴文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台湾史研究所合聘。教授日治时期台湾的社会变迁4045教室 OK。第九场11月25日蔡景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所长站。真体制下的台湾4045教室 OK。第十场12月1日苏振明台湾朴素艺术之美，从红通艺术的风潮。谈起4045教室 OK。第11场12月2日郭真地 Viva Tono 跳舞时代。4045教室 OK。第12场12月8日李甘朗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副教授台湾近代的建筑4045教室 OK。第13场12月22日伊凡诺干考试院委员国际原住民族人权保障与台湾国际实践4045教室 OK。97年第14场1月19日阿布扬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介绍日治时期教育史料微本繁集文书4045教室 OK。第15场2月23日许佩贤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殖民的台湾的近代学校4045教室 OK。第16场3月8日黄俊明中原大学有写真史料看日治台湾的殖民的经营4045教室 OK。第17场3月15日张素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史志文献的三层结构谈地方文献的搜集与利用4045教室 OK。第18场4月12日陈国栋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看到17世纪的荷兰4045教室 OK。第19场5月17日陈文德中央研究院原住民族与当代台湾社会4045教室 OK。第20场5月31日周婉瑶国立台湾大学海洋之子郑成功4045教室 OK。 第21场6月14日刘克襄自由撰稿人19世纪的台湾自然志4045教室 OK。 第22场7月5日姚村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从百年来的海报发展看台湾的设计风格4045教室 OK。第23场7月26日林峰雄国立台北大学台湾民间戏曲发展与规律4045教室 OK。 第24场8月23日林品章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日治时期设计相关活动4045教室 OK。第25场9月27日王太生国立台湾大学从台湾法的多元性谈日治时期与近代司法的初次相遇4045教室 OK。 第26场10月4日刘世勇中央研究院日治时期台湾现代医学的起源与特征4045教室 OK。第27场11月29日许雪姬中央研究院图像中所见日治时期的台中州4045教室 OK。 第28场12月13日林慧成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河西城堡漫谈4045教室 OK。98年第29场1月10日林茂贤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专任副教授台湾的岁时节令4045教室 OK。
第三十场，二月十四日，赴朝清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台湾建筑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国际会议厅 OK。第三十一场，三月十四日，叶龙彦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州技术学院客座教授，追求梦想，台湾观光事业的新奇乐学士 OK。第三十二场，四月十一日，黄美娥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日治时代台湾通俗小说国际会议厅 OK。第三十三场，五月九日，林文宝国立台东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台湾儿童文学的历史与记忆乐学士 OK。第三十四场，六月十三日，吕少礼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风仪俗义近百年来台湾社会生活作息的变迁简报是 OK。第三十五场，七月十一日，柯志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米唐香克，日治台湾的米唐殖民体制，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三十六场，八月十五日，林妈利马协纪念医院书写医学研究室，人类学组主任，台湾族群基因的研究，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三十七场，九月十二日，范燕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副教授，台湾近代公共卫生的发展，当殖民者遇到传染病，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三十八场，十月十七日，林美容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的神明信仰，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三十九场，十一月十四日，张延宪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时代变迁中的台湾人物，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四十场，十二月十二日，薛化元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所长，战后台湾政治改革的历史考察，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九十九年，第四十一场，一月九日，阳南郡文史工作者、南岛文化工作室负责人，台湾学术探险乐学士 OK。 第四十二场，二月六日，魏德文南天书局创办人，从西方地图解码台湾历史，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四十三场，三月十三日，吴荣盛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传统音乐之美，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四十四场，四月十日，康培德国立东华大学乡土文化学系教授，红毛人，台湾原住民的历史经验与记忆，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四十五场，五月八日，林成荣淡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近代文明文化的源流，谈日治时期台湾的社会文化，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巡回场，五月二十二日，许雪姬中研院台史所所长，日记与台湾史研究，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四十六场，六月十二日，洪志文师范大学的理学系助理教授，顾沈的航空母舰，二战时期的台湾飞行场，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四十七场，七月十日，夏黎明国立台东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放逐孤岛的他者，蓝屿农场管训队，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四十八场，八月二十一日，吴明勇淡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殖民者的盆栽，台湾近代山林的枕边与爱林文化的形成，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四十九场，九月十一日，王英芬国立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做出台湾味日治时期古伦美雅唱片，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第五十场，十月九日，黄黄雄监察委员，台湾先觉者的精神遗产，四千零四十五教室 OK。
第五十一场11月13日林书慧国立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慧眼看世界，林献堂环球游记的跨界意向4045教室 OK。第五十二场12月11日黄复三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八仙过海显神。通清代台湾诗事榜家与雾峰林家之比较4045教室 OK。100年第五十三场1月8日谢国兴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南部的庙会镇头台湾民间信仰的生活记忆与文化认同4045教室 OK。第五十四场2月12日严律芬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教授台语艺术歌曲的诙谐与典雅4045教室 OK。第五十五场3月12日与李正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搜藏台湾历史，以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例4045教室 OK。第五十六场4月9日中书岭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南方进行区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的南进政策4045教室 OK。第五十七场5月14日陈宏图国立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八田与一和家南大圳4045教室 OK。第五十八场6月11日廖正富国立中心大学台湾文学所教授叶荣中的文学心灵与台湾情怀4045教室 OK。第五十九场7月9日郑自龙国立政治大学广告系教授广告与台湾社会变迁清理与日治时期4045教室 OK。第六十场8月13日吴瑞仁中研院台史所助理研究员50年沧桑台湾1915-19454045教室 OK。第六十一场9月10日张良泽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名誉馆长西川满与书写台湾4045教室 OK。第六十二场10月8日普中诚考试委员阿里山在哪里？阿里山认知差异书探4045教室 OK。第六十三场11月12日林慧娟东南科技大学讲师台湾地图100年绘制一点藏发展史4045教室 OK。第六十四场12月10日刘旭峰中研院社会科学所研究员漂流与漂流记录清代台湾沿海的外国船难事件4045教室 OK。101年第六十五场1月7日吴密察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文献之搜集与整理4045教室 OK。第六十六场2月11日张弘毅国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历史与的理学系副教授电影赛德克巴莱与历史思维中的情感因素4045教室 OK。第六十七场3月10日陈翠莲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台湾的左半编日治以来的左翼人士与左翼运动4045教室 OK。第六十八场4月14日张世宗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教授台湾童年百年童玩游戏世纪全民游艺4045教室 OK。第六十九场5月12日郑振成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调查才有发言权日治台湾旧惯调查的原委与结果4045教室 OK。第七十场6月9日林瑞明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台湾文学系合聘教授赖和的赛德克巴莱解析1931年南国哀歌4045教室 OK。 第71场7月14日萧琼瑞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艺术中心主任田
原木歌，认识台湾近代雕塑先驱黄土水4045教室 OK。第72场8月11日曾道雄第15届2011国家文艺奖歌剧艺术家得主，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兼任教授，台湾歌乐艺术的现况与前瞻4045教室 OK。第73场9月8日杨翠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人间杨奎文学侠客4045教室 OK。 第74场10月13日胡嘉瑜国立台湾大学仁爱学系副教授，部落调查语义文化采集台湾民族学的角宗4045教室 OK。第75场11月10日蔡石山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与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解读20年代30年代台湾农民运动4045教室 OK。 第76场12月8日高传奇新北市文献咨询委员会委员古地图中的老台北4045教室 OK。102年第77场1月12日刘翠荣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环境史研究4045教室 OK。 第78场2月2日李仁轨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著名赖以为生的各种动植物4045教室 OK。第79场3月9日施天福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从客家到客家，台湾的客人称谓和客人认同4045教室 OK。 第80场4月13日陈万亿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从赖和道叶石涛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概述4045教室 OK。 第81场5月11日杨立柱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学系副教授，从四月望雨到军国曲调1930年代的台语流行歌坛4045教室 OK。第82场6月8日李小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授，台湾革命僧正风法师林秋吴4045教室 OK。 第83场7月13日谢世渊台湾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台湾棒球史上的加农4045教室 OK。第84场8月10日杜振盛中中央研究院院士，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座教授，台湾历史图像的表层和内里4045教室 OK。 第85场9月14日何义林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在日台湾人处境的回顾与前瞻4045教室 OK。第86场10月19日陈立甫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近代台湾的政治运动4045教室 OK。 第87场11月9日吴镇宪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日治时期台湾电力发展4045教室 OK。第88场12月14日张龙志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副教授兼主任，复眼看台湾，从19世纪的几本台湾岛史谈起4045教室 OK。